繼續收睇《講人講台》，今日依然我傑拉德啦，另外仲有啊我哋嘅大佬啦，運彩專家阿 Jo 啦。今集係下集係啦，叫做可能中就啊，睇下傾咗幾多嘢先。咁啊，除咗即係足球界咧無人不識黃天佑之外咧，其實賭波界咧都無人不識。其實佢仲有個筆名嘅黃大仙，嚇佢筆名叫黃大仙都無人不識㗎啦。如果你上網查呢個大仙足球。電影與足球啦，因為我嗰陣時都有寫下電影嘅，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個 blog 嘅。咁啊，電影啊，好耐冇寫嘅啦，電影。揾次講下啦，有機會。都得，電影可以講下。但係賭波咧就無人不識黃天佑啦，咁啊，記得要退埋休㗎啦。以前都記得要黃天佑，唔係記得要黃大仙都有啲，係啊，都有啲名氣嘅。咁而家記得嗰陣仲難拍得添㗎，記得難拍得與朋友定點樣？啊，好開嘅，而家冇曬啦。咁啊，繼續講啊，咁啊，台灣運彩啊，即係上次講過好多種運動啦，咁其實有啲咩玩法啊，或者可以點樣去玩？其實講真啦，講嗰個玩法咧就冇香港咁多嘅，即係譬如足球咧，大概嚇最多嘅比賽咧有25種玩法到啦。咁有啲比賽就冇開咁多嘅，即係有啲比較唔係咁。即所謂資訊不是咁透明的啦，講到很透明，當然譬如英超啊、歐洲五大聯賽啲夠曬透明啦，譬如日本啊、J1、J2 啊、美職啊，咁啲夠曬透明啦。當然就係所有玩法都有，即歐冠啊呢啲當然都有，世界盃嗰啲咁梗係唔使講係嘛。但係有啲咧就冇咁多，得大概九種。嗱，最基本嗰九種就係咩咧？就係所謂嘅不讓分，我哋呢邊叫不讓分，其實香港即係主客和啦。咁啊，讓分。即係不過洋球啦，洋球啦，即係洋球。咁就譬如台灣就冇亞洲洋球嘅，即係冇嗰啲洋0.5、1.5、2.5嗰啲，冇呢啲嘅，冇呢啲嘅。因為呢個其實太複雜咧，同埋又要退錢咧，好麻煩嘅。因為即係你尤其是半一嗰啲咁，可能中一半輸一半，又退又呢樣嗰樣。咁喺台灣呢樣就冇咁，因為點解冇得退啊？因為政府已經抽咗你10% 係唔會退嘅。所以你收了人哋錢買呢場運彩，又要退翻俾人咧，俾政府10%，招又要俾嘅。所以其實虧嘅咧就係即係運彩輸波。所以咧運彩開唔到呢樣嘢就係咁解，即係唔係唔想啊嚇，都唔係話唔想，因為開其實亞洲洋球盤嘅好處就係佢變咗得翻兩個選項嘛。其實多數真係有中意賭波嘅人，有玩開嘅都知道，梗係兩個選項最好啦。買乜鬼嘢主客和啊？咁難買，主客和三個選項喎，三分之一機會啫喎。好啦，咁除咗呢樣，仲有當然最簡單嗰啲大細啦，咁即係大細又有好幾個數字㗎啦，可能2.5、3.5，即係2.5球、3.5球、4.5球咁。咁另外有單雙啦，咁另外有波膽啦，波膽啦嚇，波膽其實都唔係場場有嘅，有啲比較差啲嘅聯賽都冇波膽。波膽叫正確。正確。比分正確比數啊，定比台灣要正確比分啦嚇，即係幾比幾咁樣嚇。咁另外仍然有有冇半場咧？而家有即係以前冇嘅，即係最簡單嗰啲冇嘅。半場，但係最簡單嗰啲仲有呢、這個雙勝，即係 double chance， 即係你可以買主勝加和，主勝加客勝，和加客勝咪雙勝。咁你有讓分嘅雙勝，同埋不讓分嘅雙勝。咁當然呢啲都係即叫基本嘅。嗰啲可以大家去上網頁可以睇下嘅，即係基本上。即係後屘就開咗半場咯，開咗好多半場嘅。不過咁，雖然阿 Jo 話玩法冇香港咁多咧，但係比賽就比香港多好多。咁呢個真係多好多。聯賽嗰啲真係多到唔識嗰啲你都開嘅。香港咧就因為可能聽講馬會比較保守啲，都有啲擔心，有啲可能出問題。譬如連中國聯賽都唔敢開嘛，係嘛？中超而家有開冇啊？以前冇開中超冇。咁啊，韓國好似都冇開嘛。韓國最近開翻啦，開翻啦，有一兩年好似停過嘅。咁但係即係台灣運彩咧，就因為足球我負責噶嘛，咁啊，同埋我哋為咗要年年都有新嘢，咁所以咧，其實足球咧年年都有追嘅。好似中甲都有啊，中甲都有，係啦，即係印度超啊，印度超，你諗得起嘅都有啦。亞洲咧，我哋開咗乜嘢咧？嗱，開咗中超、中甲、J1、J2、南韓職。
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印度都有開。其實接下來可能仲有嘅，即係話明年，即係今年應該唔會啦。明年可能仲會考慮沙地阿拉伯、埃及。哦，嗰啲咩拉乜乜拉乜乜嗰啲啊？卡達，同埋佢主要係時間問題嘅，即係我哋、其實你睇翻香港馬會就知㗎啦。香港馬會嗰啲場次咧，其實冇塞滿曬咧每日嘅所有時間嘅。會有陣時候有啲時間係冇比賽嘅。會㗎。冇辦法，因為你就係開咁少聯賽啊嘛。咁我哋就盡量咧就塞滿曬佢嘅所有時間。咁點解會選擇沙烏地阿拉伯？因為佢有啲時間係禮拜一嘅夜晚。禮拜一通常是沒有比賽的、即是歐洲通常都是禮拜一凌晨可能還有即是禮拜日的夜晚、但是下午之後到晚上就比較可能很空的那禮拜一的業績就不好咯、所以我們盡量都會找一些東西去塞可能會多開一些這樣的聯賽還有你們開女仔的嘛是那女仔是今年開始開的、開女仔因為都是為了希望、一來鼓勵下女足啦因為今年台灣都有參加這個奧運女足資格賽咁啊，我哋即係體育處有要求我哋去開咁啊，好啦，我哋支持女足嘛都開。咁另外都考量下既然有開女足啦，咁都試下開女子足球睇下。咁啱啱開咗，其實英超女足啱啱五號又打咗一輪，哦、我哋都有開咗噶。咁都 OK 啦。嗰日我有睇下比賽添啊。如果你中意睇女足嘅英超女足，可以去官網睇，唔使錢嘅。有個 app 叫做 The Player， 即係 FA Player， 嚇、你可以上呢、這個。iOS 即 Apple 嘅 store 或者 Android 嘅 store 可以揾到嘅，然後註冊會員就可以睇噶，免費嘅、非常高清，幾好睇噶女足其實都，我嗰日睇到場爆冷啊，曼聯輸咗俾墊底嘅咩布里斯托城，都幾精彩。女足真係好，即係講開咁，當然、其他運動都一樣噶，譬如棒球，唔係淨係開美職嘅，都有開日本，有開韓國，有開台灣嘅，中華職棒，中華職棒都有開嘅。咁籃球都有開台灣噶 ，SBL 有開嘅。咁另外東南亞嗰個叫 ABL 都有開嘅。咁另外仲有中國又有啦，韓國、日本、中國都有開嘅。所以其實每一種運動開好多嘅，喺歐洲都有嘅，譬如歐洲籃球冠軍聯賽嗰啲都有開嘅。因為如果有知道我。即係有少少背景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做報紙係講賭波噶嘛，所以好鬼複雜嘅，多到啊！主要都係個 lead， 即係聯賽多啫。咁但係其實嗰個玩法咧，始終都係唔及香港或者唔及海外嗰啲。佢入面有好多、甚至足球聽講有啲，譬如開咩咧，猜國球又有，猜越位又有，可能猜紅黃牌啊呢啲咁就冇開呢啲咯，即係。主要都是開那些，當然冠軍也有開的，你猜今年英超哪個隊拿冠軍，這些都有的。不過你世界盃偶然都會開一兩鑊的嘛，這些世界盃不同，因為世界盃特別一些，就大型賽事就會多開一些好玩的東西，可能開哪個是、射手都會開啦，又會開、分組冠軍啦、開譬如說、哪個州的冠軍啦，即係嗰個州邊支球隊係最好成績？譬如亞洲可能係南韓打到八強，佢係最好成績，咁可以買呢一樣嘅啦。咁即係多咗一啲叫做吸引下球迷嘅玩法。咁啊嚟緊啊，歐洲國家杯啦，六月會唔會有多啲特別嘢玩㗎？應該都會有嘅，應該都會有。即係我諗，起碼最起碼入球，即係入球射手都應該可能係最佳射手王啦，即係進球王啦，都可能有嘅。咁以往都有嘅。咁啊，籃棒球就一樣好多比賽啦，又係咁籃球咪即係我唔知道有冇觀眾喺香港，即係澳門啦，唔係香港啦，即係 NBA 啦 ，NBA 啦，係咪都有嗰啲咩即係贏幾多分啊，贏十幾分、啊？其實 NBA 咧就比較接近啲海外啲嘅，因為 NBA 嘅玩法就有讓分嘅，咁佢讓分就係讓0.5嗰啲噶嘛，譬如我呢場可能讓8.5分，咁佢拉近咗兩隊嘅實力，咁、那個賠率咪接近啲啊，即係唔會好似足球就會有啲懸殊嘛，有甚至懸殊開唔到都會有噶嘛，咁籃球都會有嘅，籃球如果個真係實力真係差好遠，可能嗰、那個不讓分嗰個玩法，即係主席客勝就開唔到啦，但係讓分就一定開到，因為佢既然實力差唔多，咪讓到25.5分啊，讓到29.5分都得啊。咁籃球就有呢樣嘢，同埋籃球仲有好多特別嘅，譬如籃球可以玩第一節，即係籃球有四節噶嘛，佢可以玩第一節。咁第一節你都要買第一節就變咗會主客和喎，因為籃球嘅可以和局噶嘛，第一節即可能20-20，當然就機會唔高。棒球都一樣嘅，棒球有9局，咁每一局你都可以買主客和，即到底
主隊是領先定係譬如零比零和局啊點樣？即係咁變咗多咗啲變化咯。咁足球就冇辦法買嘅。第一節幾多節嘅？我知道國外有種玩法係買譬如15分鐘、30分鐘嗰啲嘅。但係呢啲太太香港喎。足球咪唯有玩半全場咯，一半。我哋而家都有啦，半全場而家都有。咁啊，今集即係講唔曬喎，啲運賭波都仲未講佢投注站嗰啲嘢。咁啊，下集再阿租繼續講啦，咁就好啊。好，今集係咁先，拜拜。